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接着往下写第八步、第九步和第十步。好，第八步，我们要得到图片的路径，要得到图片的路径。那么这个路径呢，我们在进行创建对象的时候，就已经将这个路径呢给初始化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翻到前面呢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代码量有点大啊，大家这个下去呢好好把这个代码呢给看一下。好，因为这个路径呢，无论你是随意函数还是这个缩放函数，都要使用到这个路径，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路径呢作为一个成员属性了。而且呢在创建对象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个路径呢进行了初始化。还有这个路径呢，它有一个默认的，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默认值。那么如果你没有设置，那就保存到当前的这个目录下吧，当前目录下。好，所以呢在下面我们要得到保存图片的路径，那也就是说文件的全路径，也就是文件的全路径，也就是文件全路径。那么文件的全路径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路径了，那么我们再往后拼接一个文件名，就会得到文件的全路径。那么文件名呢，我们在第七步已经得到了 new name， 就是我们的文件名，而且这里面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是否启用随机的名字。好，那么全路径 new， 我们叫做 new pass， 它就等于我们将路径再拼接一个文件名，就得到了全路径，非常简单啊。那么在这个路径这儿呢，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处理，因为在传递这个路径的时候，如果你进行了初始化，或者你没有进行初始化啊，不管你有没有进行初始化，这个路径呢，最后面呢都会涉及到一个斜线的问题，都涉及到一个斜线的问题。啊，有些人呢，他习惯于直接在路径呢最后呢在传递路径的时候，在后面呢给你传递一个斜线。那么有些呢，他没有给你传递个路线，没有给你传递这个斜线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这里面呢可以做一个处理。不管你有没有传递，我直接先 rtrim 将你的这个路径里面的所有的右面 rtrim 右面啊所有的斜线呢先给你删除掉，然后我再拼接一个斜线。那么这样，不管你有没有后面的有没有加斜线，那最后呢经过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处理之后呢，你肯定都加上了。好，那么加上之后，我再去拼接我的 new name， 那么这样文件的全路径就出来了，文件的全路径就出来了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出来这个文件的全路径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在第九步的时候要保存图片，那么保存图片的时候就是使用到这个文件的全路径，文件全路径。好，那么来到第九步，保存图片。那么保存图片呢，我们使用的函数是这个image 开头的，比如说你要保存成 PNG 格式啊，来我们看一下手册，保存图片，比如说你要保存成 PNG 格式呢，你是 image 开头 image PNG， 要使用到这个函数。那么这个函数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这个图像资源，第二个参数呢就是你这个全路径，如果你要保存的话就是全路径，如果你不保存，那么它会直接输出图像到浏览器。那么至于这个文件的格式呢，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也给确定了。所以这里面你到底使用哪个函数，因为 PNG 它是通过 image PNG 来进行保存的，那么 GIF 它还是通过 image GIF 来进行保存的。所以这里面呢，我们也要根据你要保存这个图像的类型来得到这个函数，并且通过这个函数来进行给你保存图像。那所以呢，这里面呢我们还要做一些操作，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做一个函数，封装一个函数去保存图像 this 下面的叫做 save image， 保存哪个呢？我们要保存 dollar image res， 就这个，因为我们将随意呢已经贴到这个图像资源中了。那么路径是我们的 dollar new pass， 我们要保存这个资源，
保长在哪呢？保长到这儿，保长这儿。OK， 下面呢，我们就写下了一个函数。那么这个函数呢，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的它的属性呢是受保护的，因为我们没必要对外公开。来到下面 ，protected function， 我们这个叫做save image， 那么参数是 image res， 还有一个 dollar new path。当然 new pass 保存图像资源函数，保存图像资源函数。那么首先根据类型，我们要得到这个函数，你是用 image png 进行保存，你还是使用 image gf 进行保存，你还是使用 image wbmp 进行保存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变量函数Funk， 到时候 Funk 等于将通过 image 来拼接一下 $this 里面的 type。 那么如果你是 png， 那么得到的就是 image png， 如果你是 gif， 这个格式你的 type 是 gif， 那么得到的就是 image gif。 好，那么这个是变量函数，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它来进行保存 image res。保存哪儿呢？保存到 new path， 通过变量函数进行保存。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呢印象不深刻，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初级课里面的变量函数是如何定义的，是如何定义的。好，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将这个图像呢给保存好了。那么最后呢，第十步我们就要销毁资源。那么销毁资源，那么第一个 image 销毁资源，我们使用 image destroy， 那么需要销毁两个，一个是原图像的资源，一个是水印图像的资源，到这 image res， 还有一个是这个水印图像的资源 image destroy， 到这叫做我们是那个叫做 water res。 好，销毁资源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可以将这个路径，这个新的路径给返回。那么你调用完这个函数之后，如果你需要这个路径，可以通过我这个返回值拿到这个路径，然后再进行你的一些操作，是吧，进行你的一些操作。所以呢，我将这个路径呢再给你返回，再给你返回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这个水印函数就已经写完了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把这个水印函数呢进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，是吧，简单的一个测试。那么如果有一些小小的错误呢，我们再进行一些调试，是吧，进行一些调试。好，那么我们在最上面呢把这个呢来进行简单的使用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创建一个对象，是吧，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对象。那么 dollar 叫做image 等于 new 一个 image， 创一个对象。那么参数呢，我们可以不传递。哎，首先第一个路径，就是当前路径。那么是否启用随机名字？哎，我启用。那么类型呢，我们就叫做 png， 是吧？所以呢，这里面呢，参数我们可以不传递，因为它都有默认参数。那么再往下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 image 里面的哪个方法呢？叫做 water 方法。我们只要传入合适的参数，那么它就会给我们生成水印图片，并且给我们保存到当前路径下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找一些图片资源啊，找一些图片资源。那么这个呢，我在这个高级课程里面已经给大家呢，准备好了一个图片啊，简单的一些图片。我们来打开高级实战图像类。那么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图像啊，一个美女，是吧，一个美女，一个图像。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水印图片，那么将这个水印图片呢给我贴到这个图片中。那么我们把将这两个呢给拷贝过去。好， Ctrl C 拷贝到第十二天当前目录下拷贝过来。好，拷贝过来之后，我们就要将这个百度.gf 去
贴到这个 tly.gpg 中。那么我们这个函数呢，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原图片，叫做 tly.gpg。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水印图片，我们叫做百度.gif。那么第三个参数，我们看一下我们 water 里面第三个参数是什么？位置。好，我们就贴到第九号位置。好，透明度不用传递，默认的前缀 water 下划线不用传递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来测试一下啊。将百度这个小图片贴到我们这个大图片上，位置是第九号图片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当前呢并没有这个水印图片，我们运行一下，来看一下有没有结果。打开我们的浏览器，输入 test.com， 我们是第十二天 image.php， 我们运行。好，这里面呢有错，我们来看一下哪有错啊？这是第46行，没有定义到这个函数，我们这个函数呢估计写错了，我们来看一下第46行。好， get position 这错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计算位置的这个方法，我们的方法名字是否写错。Protected get position 好，复制一下回来 $pos 里面的 get position 啊，我这儿少写了一个单词啊， get position。 那下面呢我把这个函数给加上啊， get position 好，保存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夹现在没有啊。好，我们再运行一下。好，没错，我们来看一下文件夹中是不是多了一个 water 下划线的一个图片呢？我们打开，大家可以看到第九号位置。好，那么1234567 89。好，我们来一个零呢是随机的位置。好，回来我们这儿写成零，保存。我们再来运行一下，刷新，打开，我们可以看到零号位置随机的贴到脸上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呢，我们这个有关这个水印是吧，这个函数呢我们就写到这里是吧，就写到这里。那么如果这里面大家，当然了代码量还是挺大的啊，那么这里面如果大家对哪些不太熟悉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初级课里面我们是如何写这个水印函数呢。那么其实高级课里面我们就封装到类里面了，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工作啊。好，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到这儿，大家再见。